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。那么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受害者海德拉的视角。那这场比赛的话是有一辆赤兔的啊，看一下现在这个海德拉到底还能不能玩啊。那么这场比赛怎么说呢，等一下你们看了就知道了。开局的话咱们这个飞宠不错，很给力啊，直接是双刺，然后放出白云啊，这里的话我落地的话就被导弹给打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咱们蝶姐正好解掉这个飞碟，这里双吃两个白盾。咱们这里的话呢，前面的话先把道具槽控出来啊，然后放出路障，留一个金瓷，等一下我们准备吸啊。然后这里啊，好，又吃到一个超级氮气，我就是有点不信邪啊，我就是要硬刚这个赤兔是吧？没关系，我手里金瓷我可以防御，这里咱们金瓷躲掉这个飞镖啊。好，这里的话咱们开始攻击这个赤兔，没关系，我复位吸你，我知道你会打过来，产生的护盾守住，但是他给了我两个导弹，我靠，没关系，我继续打，继续啊，这里我又是。哎呀我靠，又是两个导弹，那这里的话咱们直接是落后比较多了啊，有点难受，目前是处在第七名啊。咱们这个硬刚这个赤兔没刚过，他反击了我两个导弹啊，没关系，咱们继续打。这里的话呢咱们这个金瓷吸一下，哎呀，但手速稍微有点慢了，这也是没有办法，正好处于翻车的状态啊。但是目前的话感觉稍微是有点落后，但是问题不大。这里的话咱们吃到一个磁铁，咱们就要开始奋起直追啊，就要硬刚这个赤兔，不要怂。怂什么？好，这里的话放出闪电，看一下这里放出水炸弹，好，但手里有个氮气啊，咱们这里放出飞碟，这里的话好，但马上我又可以又找到水弹，直接咱们放出去。啊，这里被打了，我这个金瓷是哪个？我靠，太难受了，这一波，太难受了，咱们这被赤兔给打爆，但是没关系，咱们还有机会，这里磁铁往前吸，然后闪电放。放出去，他跑到终点了，我靠，这没关系，咱们还有机会，咱们看一下能不能到第二名，往前冲冲啊。好，第三名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，所有人都应该感谢我啊，这个赤兔应该感谢我啊。哎呀我靠，第三家 MVP 啊，也是非常不错，咱们也是成功上分。行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